有很多机会跟父母会有一些革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我觉得，他们不能决定我们未来是能做什么，所以我觉得你的梦想应该是你要自己决定的。如果觉得你确定你以后是喜欢这条路，或者是这是你的梦想的话，就跟家人勇敢的说吧，甚至打架也没有关系，那不行。可是你们政大出来不是都是律师吗？是吗？政大不然有什么外文？不知道外文还有什么？器官，还有有吗？你刚刚讲的商学院啊？好像金融啊，器官什么？国贸？不是法学院吗？都有法学院，也有法学院，都是在这个校区的。我是没做，因为听到政治大学会觉得是法学院。新闻广告广电。啊，对哦，政大也是有那个。传播系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政大也是很多主播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印象中，这里面有主播吗？我看一下。未来的主播。张明，你知道你妈加油！以后如果有讲到我的新闻，讲好一点，不好就这样。没办法，谢谢。